音乐响起，所有人就位，穿着短裙的美女老师也进入队伍，大跳三阵舞。 熟练到位的舞步，现场人惊呼：“这个是嘉义高中的运动会。”有学生称这是家中最正的老师，把影片给 PO 上网，说身材姣好的女老师穿着迷你短裙，带着学生大跳这阵子相当火红的三阵舞，影片4小时超过10万人次浏览。 这名英文老师美貌一直是校内的话题，目前是2年级的学生班导师，所以在运动会的时候跟着学生一起出场舞蹈，而这段舞蹈也意外在运动会上引发现场学生尖叫欢呼。东森新闻吴欣梅在嘉义报道。